你先跟我说，一共多少场？可别演了，好吗？真诚一点。美女的眼镜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大红袍，都是我家的，外面是一条，咱们是179一条，是2023年特岷山的核心产区。他说他们家的茶叶的主要卖点是八泡过后依然带劲。我泡了两泡，就是地板泡，给您尝一下。真定是地板泡？啊，对。嗯，被火了是吗？嗯，因为是我家的，然后也是老伙伴了。我们如果跟您说149，他们家要一条，您肯定觉得贵，所以我跟他们家聊了一下。我们白大师在我们直播间怎么上的，你们没见过吗？然后他们说。只能给两条，我说五条，他们说三条，然后我说六条，他们说行，他就答应了给五条。这都什么强加方法？不是你，你先跟我说一共多少条，就别演了好吗？是的，十趟就直接上市场得了。最后合下来是14.9一条，然后2.98一盒，然后他给了五礼袋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一条送两条送一个人，嗯，相当于十条可以送五个人，所以给了五个礼袋。上品是用这个大香包装的，然后2023年。最后我们编过来的时候，我带吧。正装拆开两套试喝，不到一盒，两包20克的试喝，然后不满意可以全退了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